瑞德上爱哦，都是长头毛。啊，而且哦，伊个长头毛就敢若是参像瀑布共款啊！哇，啊不是个安尼闪光的咧，哇！瑞德哥刚一直不跟他留直发，根本是因为我是卷发，所以才一直对我拢无兴趣啊。人讲查甫囡仔大部分的费洛蒙是来自于头发，爱有漂亮的头发才会有美丽的爱情啊！头毛真正足重要诶。是的呢，爱这位较早到今嘛，不管是长发还是短发，拢是直发呢。卡叔讲，我若是去把头发烫直，变成信宏讲的安尼，迄种瀑布同款的直发，瑞德哥看到一定会介意。你的头毛？爱头毛安怎？就这样呗，就这样。你真正抱住个，我来做个猫海呢，又真系水了。他喜欢头毛这样长，一旦开始的时间呢，保养头发。叫做叫你光亮有光泽。我拢是用这保养我的宝贝头发，这是免冲洗护发精华，用起来不会黏黏不舒服，一抹上马上吸收，没话过时间得当柔顺不毛躁的头发。我的头毛跟恁同样水啊，我替你保养一下。是不是这么柔顺呢？嗯。这个有干湿法两种用法哦，干法抹一下就可以出门了。湿发的洗，洗完头发，头发湿湿的，用起来更加柔顺。真的是简单轻松，挺够方便的。今麦洗发精够大包装哎，分量多出一半。嗯，最近应该不会啊。啊，要不哥，春天要给我洗发露啊？啊，那背起来那么羞涩啊？要不哥，全家人都适合使用呢。唔免想啊，拢不会断气啊。洗下护多当好料，好好保养头发，让你轻松美丽啊。呀，阿明，你那一下你阿搞替查某囡仔用头毛啊？你是不是搞过做侪女朋友？你讲啊？是不是？我想我叫你青菜，其实对我心内一直跟你讲了。杨哥，我想做大二吧。那我张远美就是安尼啊，我都唔相信我一定要二把人家当弟弟你啊。
规定执法才当用啊，我卷发保养好啊，嘛是会闪闪发光啊。